安排。好久没有录这个拆件的这个视频了，既然粉丝要求，那我们就满足一下，我快点啊！啥好货呀？来来，这是还是发到我们这边来送拍的啊？送拍的留了个纸条，我看看上面写的是。哎呦，这个不给你们看了啊，一封情书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哎呀，哦，有裸币的。PC， 保脆，有点杂呀。公博。最常见的三种公司吧 ，PC、公博、保税。来，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啊。哎，这状态78分，这币给个78分。保全当时大样，哎，这币哦，这边道有点小磕碰，给个78分，也还可以。这多少买的？嗯，还可以，这价位买的还可以。这保脆的当时，也还可以吧。这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母钱呢。保全当时铁钱，按这种咸丰当时也有这种铁的，价位差不多啊，或者说比那种铜的还要便宜一点点。皮尔咸，苏。大型皮尔钱多大？那我们继续看啊，里面包的小，哎呀，这啥呀？这是云南老龙半圆，怎么品相这么？这里直接这样了，品相一般啊，东西看着还行，品相太一般了。哎呀！哎呀，这个地方这是啥情况？这是裂了呀！这是裂了。这个穿口位置很容易裂啊！你们有这种咸丰大点的，当50、当100或者当500、当1000的，先看这个穿口，这个穿口最容易裂，就是这四个角角。武昌版还用介绍吗？估计好多人这都介绍过多少次了。看这里曲英，除了曲英就记住曲英就行，长横国短横国都无所谓了。这是啥？22年，哎呀，这品相 AU97 就是说锈蚀严重啊，就是这个壁面上这些脏东西什么的太脏了。如果这些脏东西再没了，有可能就有分儿，或者说给个92啊，清洗啊，这个也是啊。对，你看这个 PC 也给了个97，就是说这个上面脏东西啊。六，民国6年，还行吧，这些东西一万来块钱，武昌22年，一万多啊。来满足你的小愿望了，满足你的小愿望了，快快快，再给你坚持2秒。